皮啊，是不是？还敢说你是蒋介石转世？所以这些韩粉是不是脑袋有洞？我就讲说，我真的是很奇怪。嗯，我举一个例子好了。好，人家讲说玩物丧志哦，玩人丧德啊。好，玩人不是把人拉起来玩哦，是说你不尊重人呐、啊。好，随便就是在、那個。我觉得韩国瑜这彻底也是不尊重人啊，你知道？嗯、我们先讲玩物丧志好了。我们历史上有一个皇帝哦，最喜欢玩物丧志，最有名的就是后唐庄宗，叫做李存勖。嗯，哎，开国君王呢、欸，嗯，对对，又厉害，对对。嗯，他五代最强盛、最疆域最大的国家就是后唐啊。嗯，但他觉得说，哎，你应该是光复唐朝啊，因为他姓李嘛。嗯哼，他就说我要方光复那个唐朝了，是吧？嗯。可是你知道他后来啊，他迷恋什么？他就天天很喜欢唱戏曲。哦，就像韩国一样，连抽个号码牌都。抽签都要唱个彩虹铃这样哦，对不对？他就很沉迷这个，所以他自己就养了一堆伶人，就是在演戏的。而且他自己还会粉墨登场，你知道吗？后来人家就觉得说，哎，你宠爱这些伶人也要适可而止，那太过分了。你知道他们在演戏的时候，哎，这些人可以打皇帝巴掌呢，对不对？就是演着说，啪，那个皇帝就直接扒下去就对。对，皇帝觉得你们还演得真好呢，你看，而且他们讲说这个皇帝怎样。叫皇帝说你是狗呢、欸、都没有关系啊、哦、皇帝说哎、欸、演戏就应该这样要好好演、哦、所以刚才叶元之不是在问我说什么当总统当什么要什么样子吗、哦、什么样子就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嘛嗯哼这历史上都写得很清楚啊再告诉你们难道还要我讲一遍吗就像荀子里面讲的重性情安次之禽兽行吗嗯哼啊韩国现在不就这样吗我常常讲，那个得给啊，无代无宰嘛，恰恰丢嘛，对不对？嗯。你出来那个场合，我们之前讲说他德不与配位啦，对不对？言不足以自立利他啦。嗯。那行呢，更不足以成楷模嘛。嗯。你看他如果讲的这些话，在那个柯震的场子，他讲这些话是正常的，对不对？嗯。那为什么柯震那个表情会翻白眼？他直接翻白眼呢、欸。你在看柯震的表情就知道了嘛。他说碍于榜样啊，嗯、榜样哎、欸。嗯、你这种叫做榜样吗、嗯、而且你还不是讲第一次呢、欸、对不对、嗯哦、你点了三不狗闲了想着就说了对所以而且那天我再另外再讲一下、哦嗯、哼刚才不是有人讨论说吴敦义在哪里吗、嗯哦、佩芬姐不是一直跟我一样一直担心他的健康状况吗、嗯、哼我现在觉得韩国也有健康状况也有问题嘛、嗯、哼他那天除了那个柯志恩这件事情乱讲话之外你在那个林国春呢、欸、站在那边上关的那个呢、嗯他竟然把他叫做林国恩呢，讲了半天还叫林国恩。哎、欸，你第一个就是、欸、林国春，国民党年轻一辈的最有资，哎、欸，上一届是议员得票最高的呢。啊，你第一个就是说，你真的是头脑是不是也昏了？韩市长累了吗？哦，是累了吗？嗯、对不 對, 对？那第二个就是你还是来混的嘛。嗯，你蹭人家的场子，你连主人都不用问一下、喔。对、啊，那天就柯志恩跟林国春啊，连林国春的名字你都搞不清楚，你去蹭人家场子，薛哥蹭那么爽。但是在清德说下架吴思怀，讲成下架吴思瑶啊，那没关系啊，那口误嘛，那口误我就跟你讲、uh-huh. 那问题是他林国恩，他已经讲两遍，而且是别人来提醒他林国春， uh-huh. 林国春，他第二次还在林国恩，嗯、uh-huh. ，没关系啊，他都预言蔡总统连任呢。不是、啊、这个人的名字，对不对？哦、这跟口误，你是不是口误？还是说你对这个候选人不熟的话，嗯，你根本就可以听得出来嘛，嗯、对不对？嗯，那我再跟你讲说，哎，为什么说我们刚才讲说韩国瑜他跟那个什么，我们上一章刚才讲说、嗯、韩国瑜跟那个张善政跑去跟徐正惠直播有没有？对，这是不是一个很不寻常的动作？是啊，那你是不是要把他开除党籍？对不对？孙锡刚还卖北湖啊，就卖开除嘛北湖啊，无、嗯、其他候选人啊，对不对？嗯那我就讲一下，那好了，你去帮人家直播，那你也知道徐正惠她老公是谁，是傅昆萁嘛、啊？就这一次选举地方派系最挺他的嘛呵呵，出钱出力的嘛。所以我说国民党中邪有没有错？对啊，好了，那没关系，那你叫李嘉芬行程满满，对不对？对，就这么努力在跑，你有没有发现一个第一夫人可以跑成行程跑成这样？我昨天不是讲过说，你就把牵着韩国瑜，对没有？嗯，早上醒来几点起床就把他叫醒，对，就把他牵着他。那你有什么行程就带着他去，对不对？嗯，那韩国也行程满满呐，对不对？不要让人家觉得有这个意见嘛，对不对？对。那我看到现在为什么李嘉芬这么在行程满满、嗯？那韩国又跑去跟那个徐正惠开直播，那最简单的就联想就很简单。我一直在跟你说，李嘉芬会出来参选呐、啊，哦，对不对、嗯？他们借这个机会在干什么？吸收养分呐、啊。
对不对？壮大自己，做自己的事情嘛。哦，不然你叫他吃百姓营，老公没希望了，李佳曼还这么努力在跑，哦，对不对？那你跑，你每次都讲说，哎，什么他不爱我就惨了。嗯，对了，你给您安呛呛，还是领导的代志啊？嗯，问题是重点在哪里？你如果真的今天是为你老公好，为了国民党好的候选人好的话，嗯，你干脆用行动破除谣言嘛。对啊，我就跟你讲说，你早上就带着韩国瑜，你这么多行程排着这么多的话，你要拉着韩国瑜跟着去跑啊。嗯哼，对不对？对。今天你老公爱你的话，被上市场买菜，你卖叫你某家己去，老公去提菜篮子，对不对？对。陪着老婆去提菜篮。对。我就跟你讲说，这个很简单的事情。嗯。问题是，你看他就不做，就是不做啊。对。我就跟你讲说，人家常讲说水至清则无鱼，对不对？嗯，人至混则无敌啦。今天韩国瑜就是死猪不怕滚水烫嘛。我今天就和你讲没关系啊，我今天嘴巴胡说八道都没关系啊，包括说你这些来支持我的民众就好像石油一样冒出来，没关系。那你明明知道说晚上人家会讲说你会黑你，会说你把这些支持者当作石油，他也不在乎啊。就像他以前讲说用什么眼看你的话，看那些支持者，他也不在乎啊。反正这些人就是怎么样，我就跟你讲，他昨天是接受民视这个专访，有没有？他是有目的的呢。你以为他这个可以拉多少票？看民视的人看到你就吐血了，怎么可能会支持你啊？对，他为什么敢去？今天很多韩粉就在讲啊。他说：“你看，我支持韩国瑜。为什么他这一点他敢跑去接受民视接受访问的话，我就要支持他，票就要投给他。为什么？为什么？他说：那你叫蔡英文去中天接受访问看看嘛，对不对？”他就觉得他有勇气，他敢面对一切。那我就跟你讲，一个总统候选人，他做的任何事情，你都可以拆穿他，都可以看清楚他做的用意在哪里。那你今天还告诉我说你会支持他，就是因为这样。韩国瑜啊，从头到尾我就跟你讲，为什么不支持他？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他一直在挑起族群对立的，他比陈水扁还厉害，你知道吗？他挑起的对立是怎样？是给你这么细呢？我就跟你讲说，韩粉呐、啊，韩粉呐、啊，今天才昨天王浅秋还出来讲说，王光琴那个什么是杨慧如门，我就跟你讲，告的那个名字什么东西都有了，像我也很多韩粉呐、啊，被出征啊，我跑检警调新闻跑这么多年了，跑十几二十年了，对不对？你以为我都不会有准备哦、喔？